可以摸一下你的手吗？不。那我可以抱你一下吗？不。我亲你一下可以吗？不。哎，你怎么总是说不字呢？我妈常跟我说，结婚以前，无论你向我提出什么要求，我就回答一个不字。你不介意我摸一下你的手吗？不。那你不介意我亲你一下吗？不。那你也不介意我和你上床吗？不。你妈真是太好了。